这是剑仙之间的对决啊，不是一朝一夕，而是绝人间之华彩，引天地之共鸣。 这一仗，学堂得赔不少钱呢。不是，这就打完了？没那么快。 这是走火入魔了，不过不是普通人练功的走火入魔，与生魔自愿入魔，以身入魔，得成无上剑法。你呀，真是数十年不改的做作，不闹出点大动静，就不像个高手似的。天阵。